今天呢，我们来要玩的是 Eggy Party。Hello，唱歌唱得最好听了，哈哈哈。今天周末，其实我们是蛋仔派对，没错，蛋仔派对其实蛮好玩，蛋仔派对。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玩了，蛋仔派对。你说，蛋仔派对很久没有玩了，服务请动画连接。自带连接服务器。妈的，又 WiFi 挂机。没有 WiFi 呀，卡住了 WiFi。请求三十账号，去显示账号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今天呢，我们来玩 Eggy Party 蛋仔派对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已经很久没有玩了，很久没有玩了，很久很久没玩，很久没玩了，很久没玩了，等待过程。What's up, guys? Welcome back, 金刚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玩的是，没错，今天我们玩的是蛋仔配对，没错，蛋仔配对很久没有玩了，所以今天呢，首先呢，我们邀请大家来玩这一款蛋仔配对。如果想要打你们想要打我的话，如果你们想要打我的话，就恭喜你们。恭喜你们一定会领取到 Eggy 派对蛋仔派对。没错。如果呢，蛋仔派对呢是已经很久很久之前就推出了，现在今年啊2023年推出了，也是大概是2023年几月推出了啊？这个蛋仔派对，你们在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推出了，这整个游戏都推出了，这是游戏推出了。这个蛋仔派对呢是在2023年推出的新游戏，没错。没错，是新游戏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体验吧。来，这个我们先选一下，我们先选那个黄色。那也比较好一点。好，这个。我看一下，我们选哪一个皮肤诶？脸的皮肤，不是脸，不是皮肤啊，是脸的皮肤啊。脸哇，不选，不选什么颜色？不选什么颜色？我选黄色，我皮肤大概选就是，诶，这个黄色皮肤，黄色皮肤，好丑啊，这个这个。你可以选哪一种皮肤啊？你可以选哪一种皮肤啊？很多皮肤可以选，然后皮肤换色你可以选的，很多色可以选的。我选然后就按完成，然后我们就选什么啊？选神器啊，选小丑啊，什么鬼啊，各种啊，什么鬼啊？然后啊，还有这个你可以选一样，选谁一样？可以选别的，选什么人头皮肤啊？那种皮肤色的。就是你涂黄色的，不管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，OK， 全部都要选。
如果你们选集中选一个，就可以拖换你们的拖换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所以，然后黑波波说，我可以开始完成了。他错的话，看看这里的一个快乐，就希望大家一起派对，这个 A G Party。多加载的时候，时刻到了，大家派对，我来哟。嘿。牛逼！哎，到了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走，打断！哎，在你后面了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！这边，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个派对，我们的主观参与，我们的主观。
短一点。啊，就是我。哇，十点半。哇，等待其他蛋仔后。OK。走。小秘密。乌鸦战场是什么？震
的是秃的蛋黄，真的是秃的蛋黄。对面男王。
太弱。弱弱。Hello。我发觉太卡了。OK OK。一千个可以抽 ，Oh my goodness！ 谢谢观众的合作，我是信诺这个，妈蛋，我没有这个。太弱，这好弱啊！拿这个。